6月30号，位于大陆四川的金阳河三峡连心桥正式通车。这座以钢管混凝土结构空心墩打造的大桥，全长757.7公尺，桥墩高达196公尺，相当于65层楼高，是同类桥梁的世界第一高墩。在雨雾天气当中时，大桥仿佛飘在云雾中，宛如一座通天大桥，也让大陆造桥工程再拿下另一座世界第一。希望最后带您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贝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